夺庆祝丰收和欢迎宾客所跳的传统舞蹈，体现的是土家人的农耕与狩猎的文化。拜拜拜拜拜，摆起你的手来，摆出你的柔情，摆出万千风采。拜拜拜拜拜拜，摆起你的手来，摆出你的美丽，摆出我的期待。啊，出汗了，累死了。翟星月，你快出来吧。翟星月。新月，古灵精怪的餐车长，这就扮演媒婆来发布任务。我呢，可是这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第一大媒婆，我叫翟梅。翟梅，没摘干净没？摘干净了。啊、您是给我们介绍对象的行吗？当然了，我们的口号就是让你孤孤单单的来，圆圆满满的走。远道而来的新主们，你们好，我是卡卡。如果你们决定参加最后的料理大对决比赛，首先要完成找朋友游戏。五虎两队需要辨识隐藏在现场十六位土家新娘装扮中的四位明星嘉宾，加油吧，新厨们！现在开始选择。哎呀，你看他一听那姑娘叫了，那一看就不是明星朋友。我看你憋不住了，特别想跟你走。乐一个，乐出事儿来，使劲乐，乐出事儿来。你二吗？二姑娘走吧。你，哎呦，你真的，你俩，这什么造型啊？不管他，好，搁这儿了。说，这个时候你要说我喜欢你，就让我也爱你，就让你也爱我，就像你爱我一样的爱。我再问一下，你是二吗？我挺喜欢你啊。你呢？你能为我负责吗？哎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个男的。要不然你背回去吧，哥。哎，你说我这朱媛媛，第十八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在电影《港囧》中扮演蔡波姐姐。哦，他那个访谈搞得就跟汪峰一样，张口就问你梦想是什么。你已经做完了，你们俩可以保持点距离了。嫂子，快看电视，逛街去。哎呦，我也得跟你在一块儿啊！来，咱们仨一家子。哎，拜托，咱们是一家子。